方甲柱先得有富的心疼世界人，阿们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，阿们心疼世界人，甚至将因独生子赐予因，叫一切信任伊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搁一句，使徒行传，咱有来看，当信靠主耶稣，你甲恁一家拢会得救。阿门。阿门。主耶稣的救恩是以家为单位。阿门。一个人信主，全家都蒙。阿门。蒙祝福，甚至全家拢会当得救。阿门。圣经也甲咱讲，死比下更加有福。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啊，碰到施比受更为有福。啊，咱亲爱的孙兄弟，阿妹，你去到叨位？阿妹，手心拢向下看。阿妹，有着人就祝福，有着人就施舍。阿妹，互咱看见，伊伫教会中是咱真好的榜样。咱有这么好的榜样，兄弟姊妹，上重要就是爱彼此相爱。阿妹，不管人爱咱无，那咱只有一个原则，就是咱爱世界人。亲像神伫遮约翰三章遮甲咱讲，神疼世界人，甚至从伊个独生子赐予伊。叫一切信任伊的人不至到灭亡，反得永远的生命。人有人的生命，但是呢，人的生命几十年，甚至百年，有一天拢会安息，有一天拢会世界人讲死了吼，但是伫主内面所讲的讲，有一天拢会困了。当咱睏去的时阵，有兄弟姊妹和咱做伙睏。阿妹，当咱复活的时阵，有真侪兄弟姊妹甲咱一同复活。阿妹，这是何等的福气！所以啊，神无诞生，神是慷慨的。阿妹，这个见证会当应用伫孙兄弟的身上。伊是慷慨的，伊无诞生。伊对兄弟姊妹完全无诞生，伊对兄弟姊妹完全是慷慨的。阿门。互咱看见伊的榜样，咱要学无？咱要学习无？咱要跟随无？阿门。而且互咱看见，伊是何等的一位，阿门。互咱受尊敬的兄弟。阿门。而且佫互咱看见，伊看无兄弟姊妹的时阵，伊无白富。阿妹，看望的人拢爱安怎？哦，对象阿妹，啊，迄阵咱有上一个礼物，就是食到饱。阿妹，啊，咱还可以吃饱，啊，食饱是吼，啊，食到饱就讲吼。阿妹，所以伫遮互咱看见，伊对兄弟姊妹是何等的慷慨。咱今仔日爱学无？对兄弟姊妹爱慷慨无？还是对兄弟姊妹诞生？阿妹，而且两项物件，一个是慷慨，一个是诞生。你要学诞生呢，还是要学慷慨呢？所以愿主祝福咱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来讨论到这，就是咱做一个报告，哈，阿妹。